这么多需要吃多久？先来十分之一的鱼豆腐，把它修成一个圆形。这里测量一下尺寸，确保是一个正圆。同样切十分之一内鱼丸，并把它修改成符合尺寸的正圆。接下来撕几条防雪蟹丝，盘绕成一个饼状，再将雪蟹饼用烫斗进行高温定型。再取十分之一沙尿牛肉丸，同样修成正圆，剥去蛋饺的外皮。这奢靡的生活使我倍加快乐，因此只取蛋皮最中心一片，将准备好的切片按大小依次堆叠。这里我偷偷加了什么？ OK， 这款什锦丸子的雏形就做好了，它来自安井火锅丸子全家福，选材考究，真材实料，味道鲜美，一个全家福满足每个人的口味。此时取少许牛肉汁和鱼子包里的籽调一个料汁，装杯环节到了，取出固定的牙签，淋上这美味的料汁。女士们先生们，让我们一起享用美味吧。 Biagi Biagi。